大蒜。哦，这个对身体好吗？对，增加抵抗力。是怎么吃？就这样。就拿，就是看一下。就这样。一口的，把皮吐掉。Oh no！ 呀呀！Later， 又是这个，哦，好吃，对，一大蒜头，对。哎，往这边走。戴眼镜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对着眼睛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戴眼镜有独特方法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这样走不了路。哎，这样走不了路。可以可以，哎，我这样可以，哎，我这可以，我看得见，我可以。然后等会儿你去的时候，你在前面，啊，好，这样交换可以吧？好好，可以吧？两队一边出一个人啊，你是不是柔韧度好点？点分是，好，这边先出战的是，我不差，你先吧。啊，内部还有那个啊啊，这个就是这么高，这真的不是他腿就最高了，他再高他也不会缩短这个距离。对对对，就算贴住他也这个下不来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小杰哥啊，认真的，相信一博，小杰哥相信一博。哇，很顺着我们走的。对啊，小杰哥相信一博。